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Mac大叔，今天就来到张英肉圆，这是这间店的招牌，这是这间店这边的样子，然后说在这边是非常知名的店家，那么就来试试看。好，内用直接进去，直接进去了。好，那拍一下哦。好，人超多啊，其实价钱算蛮便宜的啊。啊，创立于民国57年。好，那我们点好了。好，谢谢。那可以买单吗？哦，好，200块，好，好，那生意相当不错了啊、哦。我的霸王很大颗嘞。蛮大颗的。超过50年的老店，嗯，熬得很浓，浓啊！好，谢谢。好，那感觉霸王很大颗，嗯，看起来不错耶，主人入味，嗯，好香哦，50年老店，嗯。你们要不要尝尝看？这个汤好浓哦，薏仁也煮得很烂的，你看，哎呀，不错啊。好，那这个是我妈妈同事推荐的啊，好，先去试试看，生意蛮好的。好，感觉你们肉是应该是绞肉。还是蛮实在的，很大一块肉，还、有腌过。哇，好大块，好扎实。它好像是有香菇的。嗯，用这个香菇。我第一次吃到外面有香菇的。以前有吃过是有那个有鸟蛋的。哦，脏话。好辣，这个辣椒很辣。好大块，很烫。辣椒好辣。感觉这香菇应该是新鲜香菇，还是不错了，嗯，还蛮扎实这个肉块，肉很扎实，嗯，好吃，蛮瘦的，果然莺歌是有莺歌的特色，我是第一次吃到霸王有香菇的。啊，这个是新鲜的笋丁，不是那种干的啊。我个人比较喜欢新鲜的笋丁。好吃。嗯，赞，嗯，果然好。
Q 弹 Q 弹的霸王，好吃。然后酱就是这个传统的糯米酱。蛮实在的。你看它这个汤好浓哦，啊，东西好多，是什么？哎呦，有山药啊，有哎。有山药，这样才50块。这里面还山药，你看这个就山药啊。没，好像50块，这个就还山。等一下啊。这小肠很干净，煮得很烂，都炖得很烂。应该就赢在这个真材实料。好便宜，这样50块，我们台北没有办法做不出来的。好，传统风啊，赞赞赞赞赞啊，古屋早味，嘿嘿嘿。汤滚滚，汤滚滚。笋丁这么多，赞啊！比上次在那个鸭关门的还要料还要多。嗯，好，现在试试看这个四神汤哦，感觉跟这个惠安四神汤有的比，好多料，才50块耶，材料多的。嗯，哇，还有莲子仁啊，那个还有淮山，很实在，都煮得很透哈。好，这个老人吃上一碗，真算是大补汤，又不用自己动手炖的。就是啊。他一次买5包回家冷冻，那吃的时候把它微波热一下或电锅蒸一下，放在冷冻，不用自己煮。好吃。真的相当相当的赞，从台北到这边大概40分钟吧。好吃。以后要做火车来买，样样都是满分，不愧是这个在地老店啊。真的很棒，都很皮的，对啊 ，Q Q Q。Q 不是硬的，是软的。这种传统风。软软。好吃吗？好，那营业时间在这边。好，在地老店。不是，那种超好吃的。好，那我就随便走紧一下啊。好，那今天就吃的饱饱饱饱饱。好，那今天应该不会去英歌老街了，因为去了两个老街了。哦，漂亮的天空啊！
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祝各位朋友愉快的一天，拜拜。